左右相等，旁字。左右相等是指左右结构的字，左右两部分各占位置的大小均等，分布均匀，平者左右一均，对者一等，间者一半。简单的说就是各占一半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各占一半是指它的宽度各占一半，约一半。两部应该是要写的紧凑一点，旁字。那我们看一下它横一横的间距要基本相等，也要注意下面的空间大点，上面空间小点，也体现出了一个上紧下松。撇应该是竖撇，这个字写的时候，两个撇都应该是写成竖撇，要有避让，要写成斜撇的话都会相互冲撞。横要细，竖要粗，注意这个竖往里面收，这边往外面，这边往外面去一点啊。这个角在笔画的中间，上下相等，黄字。注意这个撇写完之后，竖画要挡住这撇的收笔的地方，竖上面粗，下面细，向右下方斜。横画要细，转折地方要粗，向左下方斜。所以这个竖画应该是写在横画的中间。上下相等是由上下两部分组成，两部分各占位置的二分之一，也就是各占一半的高度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字横画多，横一横的间距要基本相等。我们注意观察一下，横这两个横要短一点，最后一个横要长一点，长短要变化。这上面那个白上宽下窄到梯形，横要细，这个竖要粗一点，上窄下收箱子。第一个撇叫短要平，横画左低右高，竖应该写在撇的中间下方，垂漏竖不可太重。撇由粗到细，起笔在横竖交叉点的地方，捺笔由细到粗，要长一点。伸展下面那个日要上靠，要窄，上展下收是指上部有长笔画的字，或上部分笔画多结构复杂，下部分笔画少结构简单，
所以说上部应该收窄略宽成腹下之势，下面要稍微窄以营救啊，上方这样子显得紧促啊，上面这个宽下面要窄一点，呈上窄下收啊，要显得紧促，不要离得太远，应该是挨得近一点。日子左边的竖要细短，右边的竖要粗长，横一横的间距要相等，这个竖画应该在横的中间，撇要短，捺比较长，撇收捺放，下窄沿写两点，要有高低，要有跟右边有呼应啊，错位。两点写完写撇和反捺，捺笔要长，上窄下宽是指上部窄小，下部宽大，也体现出了字字气的上收下放的规律。上收者含蓄而短小，以避让而留出空间；下展者豪放飘逸，以托其上。这一个字的话，我们要观察一下，它是由两个火字组成，两个火字。上边这个捺笔变成反捺，下面还是捺笔，这样子有个变化，字无双捺，雁不双飞。我们一个字里面如果同样出现两个捺笔的时候，我们尽量要避免重复啊。那火字的笔顺先写两点，再写撇捺啊，注意这些撇相对要短，捺笔要相对要长，上面的要写到小点紧促一点，下面写到收窄一下。横笔等距重，撇要短小而平，不宜写到长或者写到斜。第二横是长横，要写的稍微细点，长横不宜写的粗重，应该下面还有略有弧形。竖画上粗下细，向右斜，横细竖粗向左下方斜的。注意这里面的短横起笔轻虚的，竖画应该写在中间的位置，这个横要短，下面横越长，横笔等距，也就是说横笔间距基本相等。我们用注意观察，横跨虽多，但是我们要找出规律，它这个粗细长短起笔的形态各有不同，长短的变化，横与横的间距要基本相等啊。这个横最长，有的横最短，要有长短的变化。竖画应该是稍微粗点，中间这个竖要垂直，这两个竖的话往中间去写，三个竖的笔画方向要有变化啊，这样子会更加美观啊。竖笔等距穿，
中间这个寿一定要用垂漏寿，不可以用悬针寿。这个寿的话也可以用悬针寿，也可以用垂漏寿，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习惯爱好决定。寿比等距，也就是指寿法多的字，我们寿与寿的间距基本相等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字，这个第一笔和第二笔的起笔高度是基本一致的，第二笔下面越短，这边稍微越长。主要我们看最后一笔画，它要直的，要挺拔有力，要长啊，用垂漏寿或者悬针寿都可以。第一个撇一定要用竖撇向下，到这个地方再给它向左撇出去，不可太长啊，要含。定字，这个点缀上面粗，下面稍微细，但不是尖的，用于回锋收笔就可以了。稍微这个面向左下方斜，所以这个起笔和这个点的起笔是略有不同的。横要细，到这个地方提按勾过来，横尽量往上面靠。竖画在横画的中间，要跟上面的点对齐，横在竖画的中间，撇由粗到细，但是要短一点，捺笔由细到粗要长。那我们观察一下手点句中，也就是说在这个字里面，第一个笔画是点的，它写的中间的位置并不是指在米格的中间啊，是这条受中线上。但是我们不应该说只要是第一个笔画是点的字，我们都应该写到正中间。比如说言字旁，它就不可以写到正中间，因为这是指独体字啊，一些字的话用的最多一点。横勾我们写的要细，下面有弧度，勾起按顿稍微重一点，但是说要勾的要快，要短促有力。横不可写的太长，竖应该在横画中间，这个横应该在竖画中间，撇跟捺的对比，一收一放对齐。像这个字同样第一个笔画是点，它也是写在受中线上，在中间。经字这个横跨要长一点，口外形上宽下窄到梯形，注意这个口最后一个笔画横要拖住这个竖笔，这样子方向要有变化，竖勾要
静挺有力，要垂直，不要偏左或者偏右，在中间的位置。点我们要靠上，这个点也应该靠上，要平点。看一下这两个点的方向，一个是向左下方斜的，一个向右下方斜，但是它稍平一点，两点要有变化，尽量靠上。这个空间小，下面的空间大一点，也体现出来上紧下松。点数点个数应该是直对，要对齐的，在一条中间左攀右窄外字，第一个撇要短一点，这边稍微直一点，横撇注意横要细要短，不要写太宽。顿下，这个撇稍微长一点，点应该是长，这里面空间小点，下面空间大一点，不是对等均分的，应该有大小变化。竖垂露竖要垂直，两头粗中间细，高低要有错位，左攀右窄这类字，只要是左部的结构复杂或笔画多，右部的结构简单或笔画少，故左伸右缩。左边就是说左边要宽一点，右边要窄一点啊。相对来说是，先看一下第一个笔画要短小而有力，横撇横短撇长，要有撇稍有点弯的，这一个是直的，一个稍有点弯的，这有变化。点紧靠上面，下面火字先写两点，再写中间撇，有细到粗，方向平出。注意它这个起笔跟下面这个撇的起笔是在一个点上，那三个撇法，一个是稍微直的，一个是稍微弯的，那这个是竖撇，三个撇也要变化。这两点的话笔断一点啊，呼应关系，要有大小，左边的低要小，右边的高，穿插避让，叫所以横这个收笔的地方，右边跟左边这个注意错位，右边要缩，左边要放啊，左放右收，要靠中间的部分要稍微短一点，也都体现了内紧外松。所以这个宽度也不可超过这个横的收笔处。提由粗到细向右上方写，提这边也要短，这边要长，也是左边长右边短。撇相对要直一点，由粗到细。横画，横画的起笔越低于这个长横的收笔的地方，并且在撇画的中间偏下，上面长一点，下面短一点。注意这个撇的起笔是在横画中间偏左，
这边要有错位，那笔起笔要靠上，由细到粗，所以那笔要放出去长点，有收放穿插避让，就是在合体字中各单体之间相互迎合礼让，在多体字结构中一收一展，互相意味交错，短而含蓄，不失张扬，长而收展，更显精神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子字，为了避让右边，把这边收的短一点，含蓄。那这个撇下面长一点，你放出去显得精神啊。我们有收有放，凡是在外面的这些都要放的长一点，凡是在里面这些都是要短一点啊。上面这个字基本齐平，下面要有错位。拐迟横，左低右高，竖画在横画的起笔下方，竖要长，用垂漏竖。横要短小，这个变成提，出去要短一点，或者不出头，这边要长点，横一横的间距基本相等，上面就要紧凑，下面就要空一点，大一点。竖画上面粗，下面稍微细，但不是悬针处，收笔微微回一下即可。横画在竖画的中间，不可长。这个竖刚好是在这个竖和这个竖的中间，横稍微有所变化。左高右矮，左不自行窄弧，而高右不自行。所以这个弯钩先到这边撇，这边交叉点再向下，钩内圆外方，撇筋应该是靠上一点，这边小，这边要大一点，撇要稍微平，这个撇要稍微直一点，撇要有变化，竖提竖不要太粗，提稍长一点，粗一点，蜡笔提笔要靠上，出去。左竖右密，一般左部笔画较少，笔画间距越大，右部笔画较多，应该写得紧密而无间，但多而不乱，布局匀称。我们要注意什么呢？左边笔画少要写得宽松一点，右部笔画多的时候要写得紧凑一点，但是紧凑的时候我们要是相互之间不可拥挤，笔画稍微细一点啊，粗细要变化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看到齐了，它是稍微有点错位，下部也稍微有点错位啊。Thank you.
了字。那我们看一下高者物矮，主要是这个字形竖高，我们写的时候要根据它字形的特点要写，不能把它高的字写成扁了，扁的字写成高了，这形体要瘦而高。这个字的话不可写的宽横，这个有粗到细，到这边最细，这边撇过来有粗到细啊，这样子粗这根细这样变化。注意这个中间，也就是这个起笔这个差不多在这个位置，弯钩的话稍微有点弧形，向右稍微弧一点，这勾勾的地方跟这上面是对齐的，是字的重心。中国汉字特别是楷书，它主要特征是方正。那我们不要为了把字写得方方正正把每一个字都写成方正，要根据它的自身特点，如这四字它字形是宽扁，不能写得竖高。像一二三四的一字我们也不能写高，诸如此类的字的话，它是根据它自身的特点，该写宽扁的写扁一点，或者写瘦高的瘦高一点，有的长方形、正方形或者扁方形，要根据它自身的特点来写出来。四，上宽下窄倒梯形啊，左边这个细而短，右边的粗而长。对这个间隔的间距啊，大小要有变化，密者均之，至撇要短一点，稍微直一点，有粗到细，横的起笔在撇的中间偏下，横要短一点，这个横左边伸出的稍微长一点，跟它稍微长一点就可以，这个撇在横撇的交叉点这个下方写，不要太长，收笔不要超过这个横的起笔处，点应该靠上，不要太大，不可超过这个横的收笔处。口不可太高，横细瘦粗，向左斜短一点，横拖住它。日子这一类的字一般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分组成，如何处理使其反而不乱，大小匀称，重心稳定，这就需要考虑其笔画长短合理，间距圆劲疏密得当，密处并不显得拥挤，阔处也不显得空虚，上下两部安排的协调。那我们要注意什么呢？注意看一下，上面宽，下面窄，啊，要是有高低错位，这边有错位，啊，不要写的是一样的宽。同形三叠品字，口我们都讲过了，外形是倒梯形，上宽下窄。往左边去写横收笔，
要稍微出来一点点。竖画，上面粗下面细，向右下方斜行笔。最后一个口稍微大一点，这类的字应该上部应该正，下部左右应该左收右放，分布均匀，既不拥挤也不松散。也就是说，口与口之间也不要离得太远，也不要离得太近，近了显得拥挤，远了显得太松散。那我们就是说，注意口的大小要稍有变化，最后一个口稍微大一点，不要写的都是一样大，要有变化。口都是而不抖甜，注意这个口没有封住，横要细，竖要粗。这个跟它左边虚连轻轻的，围而不抖是指像这种字的话，这类的字这个口不要封住。如果是说我们这个口封住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不可以？也可以的。那要注意了，里面这个横靠左，但是不连左，这样子里面空间更加透气性啊。我们这个开口了，这个横画可以连到左边那个竖上，如果封住了再可以不连。我们一定要记住，右边一定要空出来，不要连，连起来的话都会这个字显得沉闷呆板啊。外形是倒梯形，上宽下窄，竖与竖的间距基本相等，横与横的间距基本相等，左边竖要细而短，右边竖要粗，下平齐足，翼子。所以这个点往中间竖中线上离得比较近一点，横画要短，左低右高。所以横这边要长，这边要短一点，也就是说这点在横画的中间偏右。这两个点是倒八字形，有高低大小之变化，横左边要伸展，右边要舒，为了避让右部，撇不可长，弯钩。撇应该是向上靠，这两个笔画注意它那个宽度不要超过，这边跟它对齐。这个竖撇跟左边注意，竖撇不要写太长，横向上，这里面不要写得太宽，间距不要太大，为了突出下面的捺笔，在竖的下方转折顿一下，向左下方，那高起笔。下平齐足是指下部基本是平齐的，但是不是说一定要是都是在这一条线上。相对来说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字的左右各占一半。那我们发现一个规律，凡是
靠中间这部分都要短，靠外面的都要长一点。为什么呢？这叫内收外放，这边要长一点，外面的还有个上收下放啊，上面紧凑，笔画短小，下面笔画收展。至于这个点，上面粗，下面稍微细一点，向左稍微斜点。横钩要横要细，钩对下要快。天赋几下是指上下结构的字，其上面部分要能盖住下面，就像下雨时人打伞一样，如工字、雨字、手字等字。黄子言在肩架结构九十二画里讲，天赋者繁华皆冒于其下，就是说遇到此类字时应将上，我们一般写宝盖头的上面要稍微宽点，下面要稍微窄一点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横一横的间距要注意基本相等，这个横折跟这个横折要有大小的变化，竖一定要用垂露竖啊，横要细，中宫收紧。五这个横要短，这个上面横越长一点。斜钩要长。中宫收紧，字的中心笔画要匀而密，秋气稳，四周的笔画伸展开张，显起精神。一般此类字会突出一个主笔，其他笔画要稍微短一点。这里面横画基本上都是短的，不要写得太长。那我们画一个圈圈，这样的话我们看一下在圈圈之内的个笔画与笔画间距都非常小，那并且笔画还很短，突出的话这个笔画有一个笔画斜钩写得非常长，也显示这个字的精神啊。其他笔画要围绕着在中间要紧密啊，横行求变临，横左低右高，竖画要在中间偏右，要用垂露竖，撇在横一竖交叉点的地方，不可太长。这个捺笔边点应该是这边留出空间，这个横在第一个横的下方，手笔的下方起笔。这个竖画基本上是在横画的中间位置写都可以，竖画要稍微长一点，撇注意错位，刚好跟这个点的错位。捺笔起笔应该是稍微在横竖交叉点下方错位一点，一个字里面出现两个
或两个以上同样的部首时，在书写时应有高低、大小、收放等变化。左右结构的字应注意，左边要小，右边要大。上下的结构的字的应该是上小、下大、上收、下放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字，捺笔，一个是边点，一个是还是写捺，这一个变化。这两个竖的笔画，一个是高低的变化。接第一个撇要短小而平，第二个撇要长的向下方斜。竖画要细，要用垂漏竖。这个横不要写得太长，在竖出图要高一点，在横画中间。第二横比第一横稍长一点，第三横略微短一点，竖要在中间的位置。这个横在第一横的下边，这个在第二横的下边一点。竖钩要垂直，三步呼应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字，要注意避让、营救、顾盼、联络，不可散乱或分离。要在笔法和结构处理上要整体的考虑，是每个部分都要顾及到其他部分，合理安排，达到整体的和谐与统一。那我们看一下高低的变化，左右三部分，这又是一个高低的变化。错位，它跟它的错位，它跟它的错位。横与横的间距基本相等，撇在这个撇的下方起笔，撇的方向要有变化。下方营救灯字，应该是纵展，横靠上，应该偏左一点。反上有撇捺开张、宽波收展的字时，下方以上以营救，但不可在上部下方正中间的位置或者偏右，应该消向左上部靠，使其形成左收。所以下面这部分都应该是往左边靠，右边这个空间稍微留出来一点点空间。撇捺要纵展，这边收，下面放，这边下面再收啊，这样子，这两个点高低的变化，横展撇要短一点，由粗到细，横撇横短很短，撇要稍微长点，注意撇笔的变化，这两点尽量往上面靠。这边跟这边间距是不一样的，横左低右高，但是不可长，这个横画撇应用竖撇高起笔。捺笔由细到粗向右下方伸展，点是在这个交叉点的中间对准啊，
不要写到太散太靠了外面。下面四个点，注意左边这些点向左下方方向，中间两点相对上是稍微小点，稍微直一点，最后一点向右下方。四个点的起笔基本是在一条线上，这两个点收笔差不多高度，这两个点要有大小高低的变化。点笔求变是指一个字里面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点笔时，为了字形的美观且又有变化，点画应注意角度、大小、写正方向等不同的变化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对染字这一笔画，起笔要高，出图要长，要垂，先垂直向下。往往我们写的时候会把这笔写的比较短一点，啊，撇跟撇的要有